给你打死！盘点铲屎官的崩溃瞬间。把我结婚证撕了！滚！刚领的结婚证到家不到十分钟就给我干碎它。这是结婚证，不是小板凳，上超市随便就能买着。给我！张嘴！什么意思？爸妈打你都是因为爱你，如果不爱你早就打死了你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完了，来晚了，家停水了，我合计往里放点矿泉水，水还没等家里呢他就给家里了。我感觉血压有点高，啊不行了，头有点晕，不能养狗，养狗对高血压不好。还在这扒呢，扒啥呀你扒？啊，这水干的，你告诉我，这底下怎么有个窟窿，蹲着蹲坑呢、啊？挖个坑出来蹲坑是吧？是不是？出个门回来，发现家被猫冤了。看你今天的够练的吗？还没教你怎么不要练的够。今天十块零食的，出来还没半小时呢，就成这了。他住在下一面，又把我给拉翻了，然后就丢下我一个人自己跑了。啊，不行，兄弟们，我要放弃了，我不要那个狗了。他把我身上搞成这个样子的话，自己跑了，看到吗？这是哈奇啊，养狗一定不要养哈奇。你个傻白物，你看你自己成啥样了啊？这眼睛里面搞的都是泥吗？哪哪都是泥吗？你看你自己，你还有个狗样吗？想挣脱绳子做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幸好被我拉住，这样就把我给拉翻了，然后他把我像脱尸一样给我拖走了。我要开始装逼了，啥别问了啊，像三国地头了，大大的腿给你打死。那些笨蛋狗子的倒霉瞬间。Thank you.
岁。稳定。站高架了，哇塞！哎呀，你可快点呗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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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些社恐的小猫咪。
果冻啊，出来吧，啊，出来吧。Boing. Boing.